大家好，我是严安，我来参加潮音战绩，转发决定我的命运，也决定他的命运。这次参加这个节目，我也想了很多，因为大家可能毕竟不太认识我，不太熟悉我，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，认识我。我也会尽自己努力，让你们喜欢我的。这次刚刚其实拍这个视频呢，是导演组让我们拍1分钟的创意视频，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创意来。假如你们有好的创意的话，可以发评论给我，然后我看看评论，然后等下次再拍出更好、更有创意的视频给你们。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多多转发，多多支持我。你也是，拜拜。